我已是记他的一生完美了我。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与您分享每日灵修。我们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每日灵修是来自克里斯牧师话语的史记，6月12日星期一。我们的开篇经文来自马可福音4章8节，又有落在好地里的就发生长大结果，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在神的话语中，保证财物持续增长的最深刻的原则之一，就是给予的原则。你的给予是促进你领受的渠道，因为不先给予，就不可能有领受。可悲的是，很多人以缺乏或损失的心态向神给予，不，这是不智慧的。这样的心态会阻止领受的神迹发生。国度意识的给予是不同的，当你给予神时，要更加有意识，意识到在你给予上的应许。记得耶稣说过，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在好土里，他说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芽长大，带来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马可福音4章8节。因此，你可以在你的给予上得到30倍的回报、60倍的回报，或者100倍的回报。拥有正确的心态，你就可以启动神所有神迹的大能，使你的给予获得30倍、60倍或100倍的回报。训练你自己在给予上对神变得积极。当你下次向神献上奉献或撒种时，要带着在神国度中之人的心态去做，你就会得到神迹的见证。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生在福音的传播和你国度的扩张而给予时所领受的祝福和神迹的大丰收。感谢你主，因为你已经为我提供了所有的恩典，使我在凡事上都充足。在耶稣的名里，阿们。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9章8节， AMPC 路加福音6章38节。哈利路亚，主内平安。这本每日灵修话语的实际现在已经有7000多种语言译本，荣耀归于神。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极，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gmail.com。 亲爱的，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我们邀请你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请祷告，主神啊，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相信他为我而死，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今天活着，我口里承认从今天开始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接着他并他的圣名，我重生了，拥有永生。主，我感谢你拯救了我的灵魂，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哈利路亚，恭喜你，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我们邀请你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我们爱你们，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